If you really want，是真的啊，那给你，我喝过了啦。你那边，你们那边现在有下雨吗？No, buy for you，哈亲，给你这个东西多少钱啊？1.9块，1.2块，下雨，他们不要进去，我的键盘有点问题，呵。呵，偷懒没有来，哼。OK，不理他们。OK，来，大家，我们今天只有1个小时半的时间，也就是讲说，break down to 2个部分的话，我们只有45分钟的时间。So，以你们对我的了解跟我对自己的了解，是讲不完3个 section 的。So，来，大家要做一下选择题，一二三，你们更希望我讲哪一个？对，这个是 form two 的，这个是 form two 的，朋友们。Today is form two，现在这个时间是 form two must have three，cannot 做不完，讲不完，真的。哦，你的 must have three 是古文一定要讲，OK，明白。除了古文，你们还希望是一还是二？现代文理解还是概述，古文是一定会讲的了哈。以按照这个形式来看，三跟二，概述。现代文理解有吗？现代文理解有吗？You would want three。来，一跟二，大家，你希望讲哪一个？赶快就把一跟二打出来。一跟二现在做选择了哈。不要 spam，不要 spam，不要 spam。OK。概述文章完美的胜出，因为只有一个人要现代文理解不了。OK，好嘞，那我们开始吧。So，没关系，我们上课还是有讲理解文的，不用太伤心。你们要先苦后甜，还是先甜后苦？先苦后甜，我们就先讲古文，再讲概述。时间错过了怎么办？你明明是 Form One，但是你来到 Form Two 是吗？你可以看一下，可以看一下 Form Two 上课的。OK，先苦，好嘞，愉快的。果然，大家就是喜欢我讲古文啊。OK，for 第一次跟我上课的朋友们，Hi，this is Carol。我先讲一下我的使用说明啊。我在这里教华语是因为我华语比你厉害哦，就这样而已。可是我的数学不好，我的英文也不是很好啦。所以如果我的英文我的 pronunciation 有错误啊，或者是 grammar 有错误，你们是可以纠正我的。OK，欢迎来纠正我，so that 我可以学。然后在我课堂上啊，我会讲比较多关于 concept 的东西。So for concept，当我写笔记的时候。如果你们写不及，可以把笔先放下，因为你 concept 的东西来讲，你明白会比你抄会，或者是讲说抄完来的更加重要好多。所以写不及没关系，而且你们在电脑的后面，we can screenshot，不用这么浪费力气的。但是 screenshot 下来，你过后看要写还是要印出来都可以啦哈。And 我们去13页吧，叮叮叮叮叮。来，我们穿越回古代一下。这个东西之前我们看过了。然后，OK，这样应该是讲这一个了，讲17页。So，第一次跟我上古文的朋友啊，很多人觉得古文它很难，是因为它脱离我们平常所能够理解的文法。Why？现代文的文法跟古文的文法它是不一样的，因为古代来讲的话，它为了省字数，它会很多字不写。然后我们现代文是由古文演变过来的，也就是讲说，古文它是华文的母亲，然后变成现代文，so-called 白话文，这个其实是孩子，其实是孩子。这样有母亲有孩子，就会有 so called DNA。这样他们的 DNA 是什么？就是字的含义，字的含义。所以有70% 的词汇你已经会了，你已经会了。我没有开玩笑。为什么？
因为所有的字本身它有一个 base meaning，它有一个最基础的 core 的意思，就好像，我一时想不到一个例子，就好像智这一个字，智慧的智。So，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智这个字本身，不管你配它是智慧。除了智慧，我们还可以配什么？明智很好，你都会发现"智"这个字，它都是跟你脑袋当中、跟你的学识，或者是讲说你怎么样去 process 一些 information，它是有关系的。所以才讲说，它可以做一个明智的选择，一个很聪明、很明白，透过他的学识分析出来得到的一个决定。所以，我们你看"智慧"这个词汇，你除了知道，你还会用，所以我们简称为智慧。所以很多词汇你其实已经会了，你其实已经会了。我们可以通过好像刚才我这样子搭配词语的方法，去把它的意思猜出来。然后另外30% 呢，通常都会用黄色的 highlight 去 highlight 出来。这个它就需要你们去。背，因为不背的话，它的意思完全不一样，靠搭配词语没有办法去理解它当中的意思。So，古文就这样，它的 base logic，它的 concept 其实就是这样子而已。有的人他会讲啊，可是很多字看不懂，把它拆开来一个一个看，把它拆开来一个一个看，所以我们直接去看吧。古文理解还是理解文的一部分。先看题目，再看文章。来，再看第一题：和尚为什么会生病？这个字忘记怎么念了。哦，他有给赵少亏葵，赵少葵如何使他病愈？好难念哦，这个人的名字。问为什么？要求回答原因。什么原因他会生病？要求写出他生病的原因，然后使他病愈如何？问如何给方法？要求我们给他到底用了什么方法让这一个人痊愈？对，这个字很难写，可以用他来代替他吗？是很难写。再看第二，这则故事带给你什么启示？问启示就是要求你从文章当中找到的那一个。lesson 可以，或者是讲说启发、教训、道理，通通都可以，通通都可以。好嘞，再看哦。OK，哇，可是这个的话，我们没有办法写翻译，没有办法写翻译的话，没关系，我们 try to 理解它当中的逻辑就好。来，老朋友们，划线，What is the 线 for？这个线用来做什么的呢？非常好，指挥。Yes，宇轩，对，对，对，敏君、春雪、宇轩还有指挥都答对了。特别的名词，你不用管它到底是什么名词，反正它就是一个特别的名字。So，洛阳有声，古文的套路就是好像 fairy tale 这样子，好像童话故事。从前在哪里有个谁谁谁，就是这样。所以从前有生生，你看不懂没有关系，但是有单人旁是个人呢，所以人在这就是一个地方。洛阳，洛阳是中国的一个地方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现在不懂还叫不叫洛阳？洛阳，哎，还叫洛阳，还存在这个地方，still there。其实中国很多地方，它以前的名字跟现在的名字是有一点不一样，有一点不一样。有些地方是有改过了它的名字的，有些地方就没有。好像洛阳就属于没有改过的。历史有学，很熟悉这个名字。So，洛阳有生，生，不理解，配词配生人，但是生。生等同于出家人，等同于出家人。来，准备好，我要给你们看。因为我讲的话你很难，我直接拿图片塞去你的头脑里面。
出家人，想到出家人，他出了那个家，他的头就光了。所以不管是男的、小的、老的、女的，yes，通通都光头。他不是光头啦，所以这个是什么？这些人是和尚，对，所以僧人或者我们叫做僧侣。其实，通通都是在讲和尚，通通都是在讲和尚。所以，洛阳有个和尚的房中有青，青这一根儿，我们要看青它是一个器具。耶、yeah，where's the 青？你们找到那个青吗？找不到呢。耶，一个声音，再加这个，再加一个这个。哎，不对，这是香。哎，呸，温馨的馨。哦，下面是这个，有声音，然后用钢这样子做出来的。So，这个字念青。哎，我有哎、欸。等一下，我拿给你们看一下。我倒是没有想到这个，它是这个东西啦。对，他们叫 Tibetan Singing Bowl，讲它是碗，对，因为它在西藏人家真的是当成碗来用的。为什么要用这个碗呢？因为这个碗它是什么东西做的啊？我记得是铜做的，它是铜做的。像铜这种材质呢，它就比较制冷。什么是制冷？你放下去，它会比较纯冷。So，你看到人家和尚手上拿着一个碗，其实就是这一种我们叫做轻的东西。它食物放在里面可以保存比较久一点点，久一点点。可是现在我们用来for healing and relaxing 啊。哦，原来我也有这个碗。So，刚才你看到这个东西，它是可以敲的，它是放在一个垫子上面的。他讲他的房中有青，有问题吗？没有，房中等同于中，不配只配中间，这个中我们怎么理解？对，把它翻译成为里，他的房里呢就有这一个器具。那他讲一种打击乐器，和尚用来做佛事的。日夜则至明。则这个字，要背就日夜就自明，日白天夜夜晚日夜早晚早晚就会自明，等同于支配支配支。Yes, very good。自己明明，我们配词配鸣叫，它不会自己鸣叫，但是它会产生哦，不能讲鸣叫。它是一种 frequency 来的这个东西，所以我们讲产生共鸣，自己会共鸣，就好像我如果旁边有一个碗，我敲，它们是差不多的 frequency，那个碗也会自己动的，也会自己发出声音这样子，因为它的那个频率对了。So far so good, so far so good，打个一，因为感觉我讲了好多东西。可以理解啊，very good。Sorry，因为我把我手上的刀刺。好嘞，生以为怪，生是那个和尚，以为等同于认为，认为怎么样？怪，很多人在这里会配词配奇怪。没有错哦，但是我们再往后看，惧配词配恐惧，他害怕，恐惧，恐惧到什么地步？恐惧兵，层级，层配词配成为了级配词配疾病，他怕到都生病了哦，所以他认为。只是奇怪而已吗？不是，他认为这是一种什么东西？
对，在这里，他认为是妖怪呀、啊。他认为是有妖怪住在他的房间里面，therefore 他恐惧到变成了一种病，求术士百方禁之。求在这里就是求求你，please，请求，请求术士。怎么样理解术士会做法术的？Yes。这样子理解，法术 and 道士。我们看一下什么是道士啊？This is 道士。啊，这个，你们比较有看港剧的人就会知道他，他天天都是演道士的。他们是做什么的？就是放在古代来讲，遇到这种神神鬼鬼怪怪、神怪的东西呢，就会请这种所谓的道士来帮助你打，可能是击退那个鬼怪，或者是那种妖魔，有骗子的感觉。所以呢，他就请求法术道士百方禁之，禁在这里配置配禁止，就是他要这个东西继续吗？禁止他不要用怎么样？用百种的方法，就是任何方法都可以，你帮我停掉它，所以叫百方禁止。以前的 crucifix，what is crucifix？哇，你给了我一个新的词，谢谢你。我有一点好奇，他给我这个词 crucifix，什么是 crucifix？Right。A cross with an image of Jesus on it as distinct from a bare cross. 哦，十字架，哦，哦，十字，不是 criss cross 吗？这个是 criss cross 吗？Is this criss cross？还是头发打叉，我们才叫 criss cross？哦，头发交叉才叫 crisscross。哦，OK，所以今天我们又学了一个新的英文单词，十字架。哦，谢谢你。Yes，你看我讲我英文不好吧？So，他要求请求法术的道士呢，用100种方法。哎呀，不管你怎样，你停止他，终不能已。来，终配置配，终于。可是在这里。理解成为最终能还是不能？已配置配已经，当我们用到已经这个词汇，代表事情过没过去，通常是过去。可是在这里完，或者是我们讲结束，有没有结束？没有结束，它没有结束，就是这个怪事还是一直在。发生，少奎雨声散。So，发现 it's a 特别的名词，雨声等同于，哎呀，这个不用，因为这个到今天为止，这个意思还是一样的。和生人善，我讲你是个大善人，代表你是个。Yes, very good. 是个大善人，你是个大好人，所以他跟这一个神怎么样？很好，关系友好。是来问疾，是配置被适合，或者我们可以理解成为适逢，刚好他就来到来做什么？问疾，问他的疾病。So，你问人家疾病，我们华语叫什么意思？我来问你的病哦。什么时候你去问你朋友的病？对，我们叫做探病，或者叫做探视。哇，我很努力了。
我知道你们更努力，因为你们不能够放大。So，来问题，生句已告。生句，来，句这个字，我们基本功有做到，它跟接这个字是一个意思，在这里是什么意思？具备，它不作为具备的这一个意思在这里，怕吗？它怕。哎，不对哦，你看呐、啊，刚才那个句式很接近，但不对，为什么？你看，来这两个字有什么不一样？不一样在它的部首，这个是心，有心在，你才有情绪，有情绪这个才是害怕，这个是害怕。但是在这里这个句有人，可是在这里不能作为人呐、啊。它的意思是全部，去这个字有都一起，全部还有具备的这一个意思。可是在这里，它理解成为全部，全部已告，全部的告诉，告诉谁？告诉这一个少奎，他这个僧人就全部的去跟这一个少奎讲，而即灾中，而这个字。等同于这个要背哦，而可以理解成为不久，不久即灾中，即讲了它是个总，我们会对总做什么？好像刚才我对那个碗做什么？击，敲击可以，还有吗？可以配什么词？我这样子哦，打击，对，很好。打击，打击什么？打击灾中，灾中是个名词，就是我们庙里面放着那个最大的，他们一天要去敲咚咚，整间庙的人会听到的那个钟叫做灾钟。我们看一下啊，你们写完了吗？灾中，灾中。这么没有的，算了，我写了。别开斋节的斋，闹钟的钟，斋钟。那这个超级大的钟放在庙里面的，他们会去敲的。So，什么时候敲？通常就是来，哎，吃饭啦，然后全部人就会去食堂。So，不久。击打打击灾中，亲赋作有看过，very good。来，亲，还记得什么东西是亲吗？就是念亲没有啊？我怕我念错了诶，念了这么久才来趴一下，我 confirm confirm 再 confirm，这个东西是什么？还记得吗？大家？对啊，念作亲啊。Yes, the bowl。刚才那个给你们看那个碗，说亲复作生，复配词配重复，重复的作声，做出声音。可是在这里，重复除了理解成为重复这个词，它还有一个代词是等同于重复的，有两个字，有两个字分别作为重复这个意思出现的。反复不是一个字罢了，但是这一个字有两个。我们 有一点绕，有没有？You, yes, very good，指挥。还有一个，每天跟你们再见，为什么再见？希望再一次见到你，重复的见到你，所以叫做再见。所以有在。所以在这里，它作为再存在，那个亲再吃，对，作声，作声，发出声音，音配置配音，发出声音。来呀、啊，感觉我又讲到有一点的快啊，大家跟上的打个六，就是目前为止你都听懂。都 very 清楚这个故事它到底怎么发生，你打个六。
有不清楚的吗？不清楚，你打个三，我看一下。OK，perfect，nice，没有三。好嘞，再接着下去看，少奎笑曰：“笑，来，大家曰，你看，曰的前面永远有开引号跟冒号，这是讲咯，说咯，明日可设。”肾啊，钻，但是我记得这个钻它是，哇，我按到了啥？这个钻它好像是 ZUAN 罢了。哦，不是，我对了，肾钻，钻这个词，很多人哈哈哈，可以不要慌。先来理解明日，明日等于明天，可配词配壳儿，可以设设下或者是设设计摆设设设设设哦设宴，然后怎么样？诶，还是设下吧，因为在这里它是一个动词，设下胜算。对，宇轩猜对了，为什么？来，这个字，这个部首跟什么东西有关系？跟肚子饿有关系，除了跟肚子饿，我们还吃啥？饭，very good。肚子饿就吃饭，你看。不管是饿还是饭，都跟食物有关，所以在这里，这个"钻"等同于食物、美食的意思。所以在这里，你看啊，可以设下丰盛的钻，就是叫它哦，你摆。Excuse me，有人想念我呢，不要脸。对。Bless me 没有用，我有人想念我，我很开心。So，设下丰盛的。对，宴会或者是宴席，食物也都可以。当为厨子，so 他的要求就是我会帮你除掉，但是你要设一个宴会，或者是讲说你要请我吃好吃的，这样。那时候，当时我会为你除配置配什么？刚才那个表情很奇怪，除掉。除掉来，之一共有四个意思的了，这还有它，是诶，我每天不是打两次、三次，就是五次，很奇怪了，所以我才讲有人想念我咪。So，当时会为你除掉，对，这里这个作为它存在，为你除掉这一个它这一个现象。So。生虽不幸，少奎云来跟我上课的大家，请问"云"是什么意思？Very good，是说的意思。Good，有记得非常好。So，生虽不幸，虽配子配虽。虽然他不信，等同于信配子配，相信虽然不相信这个人他所讲的，然记其有效，然配子配，然而，嘿嘿，你看这个字，finally 它出现了，我们基本功每天做的，请问大家记是什么意思呀？Very good，这个字我们配词配 CG，它念作这个哇，Cola 改了配方，我放了这么久，它还有很多的 guess 哎，念作 G 配词配 CG 等同于 yes 等同于希望 hope 希望其有效，希望在这里其作为什么意思存在？
对，在这里希望它是有效的，有效，理解得到啊。硬要配置的话，就有效，有效果咯，effective 有效，effect。乃具专以待之，乃怎么样理解？什么意思？翻译成什么？不能，这个不能擦掉，要用到。放在。Yes, very good. 只会给宇轩答对了。就具专以待之，在这里这个具理解成为他写错字了，他其实是这个具。这个具我们配词配具备，具备等同于准备，还是一样准备好这个食物，以待之用来待。配置配，在这里我可以配置配等待吗？可以吗？可以配置配等待吗？不能，Why？因为食物是用来，对，我们讲招待，招待他，这个他是少奎。OK，来，到目前为止，very clear，完全明白。你打个九，看一下有没有人需要我去海里面把你们捞起来。需要我捞的，你自己就打个七呗。哦，酒，给我一杯红酒，吓了我一跳，有没有什么事情？那些第一次跟我上课的朋友，OK 吗？你们没有反应啊，我有一点担心啊。你不是跟我第一次上课 ，OK 啊，可以，OK，perfect。所以呢，少奎时这个字念气，时气气这个字大家可以稍微背一下，因为它就代表胆。玩的意思，玩吃完或者是过后，所以你看在这里，食等同于吃，食配置配食物，食物用来吃。上次 Form One Seminar 来过，哇，所以我们是一年见一次面的交情是吗 ？So 出怀中，搓，然后出配置配。拿出，因为我班上有一个跟你名字完全一样的学生，so 拿出怀中怀里面，你的胸怀是你，怎么你今天好像不同的人格这样子的？讲到上一次 Form One，对啊，我印象中就是你啊，拿出怀里面的。来都来了哦，所以就换个身份来是吗？来，搓这个字可以怎么样理解？一样，如果这个词啊，这个字我们理解不了，找部首，这个是什么东西的部首？钱，对，以前的钱是用什么东西做的？铁，金子。银，对，也可以理解成为铁的部首。戳这个到底是什么？我们看啊，这个其实你们都有用到的。耶，戳到这个，我们剪完指甲要用的。I mean，我们没有用这么大个啦。So，这个东西是用来，对，用来磨东西的。磨铁，或者是磨那种尖尖的角，so 这个就叫做戳。拿出怀中的这一个，也可以理解成为铁棒啊、铁棍之类的东西。戳，如果配车，我们就直接配戳刀，戳清数处而去。它戳，这里它作为名词，这里作为动词，一个动作，动作就是怎样拿着那个戳刀这样子，捏捏捏捏捏这样子，对。
这个青是那个碗，第一眼他以为是螺丝刀，对，有一点像，所以他就拿这个东西磨了它宿处来。如果今天我告诉你，我有男朋友数个，请问我有几个男朋友？对，很多，具体有多少？不知道。哇，他明明是个 unknown，但是有人很 confirm，没有，就没有。不要这样，我的心啊受伤了。真的吗？怎么可能真的？只是一个例子，要你们容易记而已。So 几处方等同于地方，几个地方。So 才用这个锉刀，哎，去磨几个地方。然后鹅去，他磨了几个地方就怎么样？我教你们去，啊，滚，等同于离去。所以他磨了几下，他就怎么样？离去。磨了几下，鹅在这里作为所有关联词，所有关联词的代表。和也可以用鹅代替吗？可以，按照这个逻辑来讲是可以，确实有的时候是这样子去，它是这样子去写的。其声碎绝，来，其在这里等同于什么意思？他的什么的？其这个字有两个意思啊，除了他的以外，也作为，yes, very good，那个。也作为那声音，对不对？写错了，那声音碎绝，所以那声音碎等同于所有 and then 的意思的词汇都可以，接着啦，然后啦，之后啦，嗯，还有什么？没有咯，差不多是这样子，有 and then later on 的意思都可以，之后就绝了。绝这个字怎么理解？想象一下，你跟你朋友绝交，绝交就没有了。绝这个字就是，对，没有了。就在这里，因为它是声音，我们可以讲它停了，或者 no more 没了。然后再看，生苦问其所以，这个生人苦问。苦苦的，我想，因为我不要跟前面那个重叠，所以我换一个颜色。苦苦的追问，他说啊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其所以，因为所以，所以他这里他问的这所以等同于在这里问当中的原因。等下我不要画这个线，我要画这个波浪的。So，在这里这个棋是他还是那呢？在这里是他，这个他是谁？一度葵，少葵，那个字很难写，所以我写汉语拼音啊。So，追问少葵当中的原因。于是呢，少葵云，大家云等同于什么意思？冒号开引号在后面呢？Yes, very good. 说，少奎说，说什么呢？此情雨中绿荷啊！我的脚，此这个字怎么记？此时此刻吗？此时此刻代表 yes。如果你还在意，如果我问你此时此刻，你第一个反应是现在，no，它不是现在，怎么记？你就想象一下，当你跟我讲现在的时候，我就什么声音？这的声音呀，这个东西它不 logic 了。
能够记起来，就是取个音罢了，拿个音。这青雨中绿荷，说青是那个碗跟那一个钟，绿荷它给了我们，哦耶，频率相同，它的 frequency 一样，鸡匹此应，所以匹在这里是彼岸对岸，可是在这里作为敲那个击打。那个，这个回应，这个回应，生大喜，喜不能够配词配作喜欢，而是配作为喜怒哀乐。Yes，于是他就哦。大大的开心，非常好。其疾，在这里是他的疾，配词配疾病，边愈边痊愈了，这个就是所谓的心病，他把自己想到病了。OK，大家，alive。Alive，OK，Alive，、okay. Alive, 你们不是可以按那个 reaction 吗？按一个 celebrate 的 reaction。我们讲完了这个，只要回答问题而已。点复活了，所以古文配置就 OK，可以这样子理解，对的，没有错。要死了，还有一点点，还有一点点，给你 cola，给你 cola，复活一下。OK，来，我们看和尚他为什么会生病呢？Why 他生病？以为是怕鬼，不能讲是鬼，这个是。妖怪，所以哇，3分呢？他为什么会生病？我们讲说，所有华文它的 logic 就是起因、过程跟结果，所以你要交代他为什么会生病。我们要去哪里找这个句子？So，它里面房间那个自己会。想要快想病了，虽然这样子理解是没有错，可是很奇怪。So，在这里，所以你要讲说，回答，因为和尚房里有个亲。有个青，这个字这样子写啊，声音的声加上这一个，然后一个刚，有个青，逗号，白天夜晚，会自己发出声音。然后再写和尚认为是妖怪害怕的病倒了，句号。郑少葵用什么方法让他病愈？sorry，不是郑，赵，讨厌，这个字难写。赵少，来呀，葵这个字长这样，下面一个子，一个子加自己的，哦，
就是自己，然后下面这样子难写。I agree with 你们的 point，难写。赵少奎，用搓刀在清上。哎，等一下，不是，这个是他怎么样让这个东西没有声音？郑少奎向他解释。向他解释，晴雨庙里的栽种频率相同，而导致让他明白事情的缘由。因此，解开他的，哇，有点长，心结，并就好了。句号。So，这边你有写到房间有个清，白天夜晚自己发出声音，这边有2分，然后认为是妖怪害怕的病倒了，另外的两分，但是这个两也就是讲说这两个句子当中，如果你写到其中一个，你就会有2分，可是两个都写到它是3分，这两个加起来等于3分啊。你的手，可是等下啊，为什么我觉得我答案怪怪的？郑少奎向他解释，青羽庙里的栽种频率相同，事情的缘由解开心结。我看一下啊，那个分数点应该是，可是如果我猜齐汉不在课上，对，没有，可是如果他。等下啊，你们让我 figure 这个东西先啊。如果他只解释，但是他没有 set 掉，这样他的病会好吗？不会。所以那个他在戳刀戳底下那个是要写的你看我也是会有 miss 掉的时候，所以在这边来，你们猜一下我在这里3分拿了几分？嘿嘿，没有，不到2分。So，解释明白事情缘由，一分。所以在这边，你们帮我加一下。这边呢，我们还要 imply 到这里是一分吧？这整个东西是一分吧？还要再讲到它什么？用锉刀在琴上锉几下，
让亲不再想这里，短短就有两份。Why？因为这个第一，它解决这边就有，对。我发挥失误，对不起大家。让亲不再想，家在哪里？家在解释这边，家在解释，向他解释。哎，等下，等一下，好问题，这个我们放这样，我们放这样。So，家在这里。家在这里，哎，哎，这样子那个句子就顺了。好，小鸟打个一，哈，这样子就54分了。努力啊，加油啊！我们就要结束了，诺言。请开火箭模式，不至于，不至于。OK，来，我们再看启示啊。So，在这里，怎么样找这个启示？去找一下这个故事的源头在哪里？这故事为什么会有这整个故事？和尚病了，来，他病的原因是什么？害怕鬼。所以，我们提到“鬼”这个词，你就可以怎么理解？鬼等同于。如果我要讲它不好啦，要有知识，对，要有科学的知识，等同于迷信。所以迷信 versus 对应的就是科学。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这样子去回答，你就跟他讲，我们不应该迷信。而是要以科学的角度要考好科学了。这个是 Form Two 的，要以科学的角度去探讨。当中的原理，不要相信骗子。可是是他自己去找的诶，因为他相信，所以骗子才会，也不是骗子找上他，是他找到骗子的。好，写好了，打个二，这样子就5分，对，没有错。你要 hit 到，要 hit 到的 point 是迷信，科学的角度探求当中的原理，探讨当中的原理。好痒，又被咬了。到底是哪里藏着一只大蚊子？写好了的朋友可以。Yes, try to 翻译。善，你要问，你要翻译到这个字，这个字，这个字，然后句这个字，而这个句，复这个字。
蚊子在我心里叮，在我的心上叮了两个大包包，是吗？让我的心七上八下。OK，冷静再黑，冷静，要完了，要完了，结束了。古文结束了，我们还有该死吗？So，来，在这里，少葵与生散怎么翻译？你就写咯，少葵，你要写完整的名字也可以。赵少葵，停止的指甲自己在里面。赵少葵和生人和和尚，也很奇怪。等下，和和尚，乱与和尚，保留这个字，与和尚。是好友，so 是来刚好来探望，他的病情。让你造成有心理作用了，可能诶啊哦，探望他的病情，证据已告，so 和尚把事情全部告诉。他，不久，不久，击打栽种时，逗号，清。在。四发出声音，之后好，请打个赞。来，有需要截图的朋友啊。可以截图。3+3等于3之3。哇，这样1+1+1+1不是就等于1101哦？真好呢。好嘞，你们。反正我还在等着你们写，有没有？只有一二三四个人，好了，好，我去上个厕所，很快，30秒。我相信10年后老师还是用这个 background。是的，我不喜欢太多的变化。OK，30秒等我。你们要去上厕所，可以去上。我回来了，火箭模式呢？
来，现在，你们写完了吗？好了，那我们去看概述了哟。OK，概述在第几面呢？第九，我们去第九面。大家，你们还在线上吗？还是已经睡着了？还在线上的打个七，已经魂魄飞走了一半了，你就打个五吧。哦，齐汉有在耶，久不久要让你们刷个存在感这样子。OK，very good，very good，来，我们看一下啊，For 概述来讲的话，有几个点是比较需要大家注意的。第一次跟我上概述的朋友有没有？有的话打个一。来呀，做概述我们了解几个 base concept 就好。第一个，做概述它是有大魔王的，这个东西写不急没关系，听明白就 OK 了。大魔王是啥？我们的字数。限制，所以我们会做很多东西去 limit down，去 limit 这一个字数限制，包括但不限于，首先第一个我们会学会去改它的词，不是改字，改词。So，什么是改词？比如漂亮的人，我可以怎么样 short form 它？理解，先理解漂亮这个词可以怎么改，把它变成一个字。对，我们讲美，讲的人呢，的丢掉没有意思，所以就是美人，这个就是改词，也会根据情况去改掉它的句型。什么是句型？比如我会飞，这样我觉得这个句子不太好用，可以改成什么？把主语放在后面，会飞的我。飞人，飞人就虽然大差不差，但是对，姑且可以这样子理解啊，姑且可以这样子理解，可以改掉它的词，可以改掉它的句子，然后也可以改掉结构。什么是结构？比如讲说，它给我们 A B C D 四个段落，我觉得把 C 搬去前面解释东西，我就可以 skip 掉 D 了。这样我是可以把它换成 C A B 这样子的结构的，是可以的，只要啊。只要啊，意思一样即可，也就是讲说，你可以改掉它的一些字，改掉它的句子，但是你表达的意思跟文章当中是一样的就可以。有人，老师，我全部把它改掉，可以吗？不可以啊，不可以啊，哈。C A B 哦，我 cut 掉了第一个 section，怎么样会变更长嘞？So 来讲是这样，然后另外一个点要记得的是，概述文章它是有题目要求的，有题目要求的。So 有题目要求，你符合要求才可以拿到分数啊。改句的那个，对。改哦，你是讲这个会飞的我变得更长了，对，所以这是一个错误的示范。等下我们就要来学怎么样去改比较短的。好嘞，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一个故事。So，来基本功哦，有我们就做咯。怎么样去看？怎么样把它 short form shortcut？受灾的情况，受灾跟情况。我们取哪一个字？受还是灾可以代表受灾？对啊，因为受是个动词嘛，所以在这里灾情或者是灾况也都可以，在这边灾情或者是灾况也都可以，两种词汇都是有人用的。华语比较 flexy 一点，比较 flexy 一点。再看。通货膨胀，通还是货？通货膨胀的英文叫做 inflation，就是
东西会一直起价，但是薪水没有。对，所以我们主要讲货，还是讲他这个钱通过？讲他通过，通过，然后怎么样？他噔变大了，通膨，通膨。德智体群美，德智体群美，我们叫做五种教育，五育，哇，要有道德，要有智慧，要有体能，要能够群体合作，要有审美，五种教育，严格的遵守，严还是格？严，然后严遵还是严守？哎呦，我的脚麻了，麻了，麻了，对。严守，再看自己管束自己，你自己管束自己，对，可以写成是自我管束，可是自我管束还是很多，有没有？你要怎么样，拥有什么能力，你才可以自我管束？自理吗？自理是自己打理自己，在这里是自律。你自律的话，你就可以自己管束自己。再看新生的一代，新，为什么是亲？那些新生代 OK，写新一代也 OK。来啊，这边我就开始火箭了啊！保护健康等同于保健，其实不需要写了。谁这么想念我？保健，年龄与资历叫做年资，不能够写作为年历，因为年历是那个 yearly calendar。人寿保险。人还是寿，寿命的保险，所以是寿险。人民的生计名，不能写人生啊，人生是不一样的意思啊，所以是名生。滥用权力，滥权。再看正当的职业，称之为正职。我国人民，国民重大的责任等同于责任，规劝告诫其实都可以耶，规劝，因为你写规戒可以，你写他劝诫也是可以，所以在这边我们就两个都写呗，除了规戒。它也可以是圈解，好，写到这里的朋友打个九。Cheers。寂寞的告，因为完全没有用到它的地方。对，喂，这个扣到底做了什么事情？他的气这么足，我已经打开好它1个小时了。你们好了吗？好了，打个九，还没有打个三。不要 copy，谢谢。OK，So，我们来看什么叫做题目要求。题目要求就是姜子牙成为周国太师的始末。For 概述来讲，不管他问始末、问过程、问前因后果，
通通都一样，一定要有起因、过程跟结果这一个结构。当然，这是不可超过60，不要去超过，也不要超过4个字，我们不需要那4个字。来，我们速读一篇文章过后，我教你们怎么做啊。姜子牙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家庭，他勤于学习天文地理，天文就是天上行星那些东西，地理 geography 军事谋略。研究治国，治国其实它，如果我们不要治国，它是一个 short term，它是 shortcut 了的一个 term。它的 full form 啊，它的 full form 跟它的 full term 叫做治理国家，要怎么样去打理国家？治国安邦之道就是治理国家，让这个国家平定、很稳定，大家生活很好。为什么要国家？为什么生活要平定？因为平定人民稳定。经济才会增长，大家才有心思去搞钱。希望有一天能施展自己的才华。姜子牙听说西部周国的姬昌，姬昌是周文王，为了治国兴邦，治国为了治理国家要振兴他的治邦，其实也可以理解成为振，邦可以等同于国啦，可以等同于国，就是他除了要治理国家，他也是要把这个东西，要把这个国家发扬光大。的意思，正在广求天下贤能之士。贤能之士就是有才能的人士。姜子牙应该很常听过吧？我们姜子牙最为熟知的一句话就是："姜子牙钓鱼，愿者上钩。"为什么？因为姜子牙的鱼竿是没有鱼钩的。姬昌是周文王啊，周文王啊。So，于是他毅然离开家乡，来到周国的领地，终日以垂钓为事。为什么要垂钓为事？静观世态的变化。什么意思是姬昌？姬昌是个名字，是个名字，就是周文王原本的名字叫做姬昌，只是后来我们所知道，我们不念他。我们不称呼他为姬昌，而称呼他为周文王。So，在哪？静观世态的变化，姜子牙所用的鱼钩是直的，上面不挂鱼饵，也不沉到水里，而是离水面3尺高。所以你看，刚才我讲姜子牙钓鱼，愿者上钩，他钓的根本就不是鱼。有一天，姬昌路过此地，见到姜子牙在钓鱼，觉得此人有些与众不同，与众不同，跟别人不一样，便主动与他聊了起来。姬昌见姜子牙学识渊博，通晓历史和时事，便向他请教治国兴邦的良策。良策依旧是 short form，将我们 elaborate 它的 full form 是什么？良等同于。良好的策，对，良好的策略。所以你看，华文就是怎么样去把它变成 full form，怎样把它 shortcut，有点意思。周文王有点意思，对。姜子牙说要治国兴邦，必须以贤为本，以贤在这里等同于有才能的人，以有才能的人作为你的本钱，或者我们叫做资本。重视发掘和使用人才，姬昌听后十分高兴，说："我的父亲曾预言，预言就是他还没有发生那件事，还没有看到，可是他先讲。我们就是所谓的，就好像比方讲说，哦，2个月过后可能会下大雨，2个月后可能会水灾，这些都是一些预言，因为你不，我们现在还没有到那个时间。"周文王的父亲是预言家，可能这个我没有去了解到。当圣人来到周国时，周国才得以兴盛。于是姬昌亲自将姜子牙扶上马车，拜他为太史。我们来看啊，等一下，看一下姜子牙吧，看他帅不帅？我记得他是个老 Coco 的。很老的一个形象啦，啊，是那姜子牙，
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周文王。这样子呀，在影视剧里面，在电影里面，通常都是以一个老人家的样子出现的。So，周文王机场。智者标准的样子，像这个周文王。好像就是一个国王的样子哦，就这样哦。好嘞，来，我们看啊，他要求我们写他成为周国太史的始末，起因郭成跟结果。So 一开始，他是因为什么原因？他会成为，我们先看。第一个段落，他出生在没落的家庭，跟他成为周国太师有没有关系？觉得有关系，打一；觉得没有关系，打零。该是文章问有没有，就是一跟零，有关吗？没有关系，他的没落家庭跟他成为周国太师没有关系。为什么没有关系？怎么样叫做有关系？就是因为他没落家庭哦，所以周文王很可怜他，让他成为周国太师，这个就叫做有关系。可是在这里，他的家庭跟他成为周国太师是没有直接的关系的。然后再看他勤于学习天文、地理、军事、谋略，对对对。第二个句子跟他成为周国太师又没有关系？有，但是有一个部分有一点多，有没有？就是他学习的东西，天文地理重要，军事谋略重要，还是研究治国安邦之道重要？当我们看到他这样子一串啊，有没有一个词汇是可以 cover 全部东西的？又或者讲说，他在成为周国太师这一件事情上面，哪一个才能帮助了他？在这边，天文地理有帮助他吗？严格来讲，没有啦。Why？因为周文王要找的是安邦治国，所以在这里，军事谋略也不算，因为军事谋略就是好像诸葛亮那样子打仗，怎么样用最好的技巧，或者是怎么样用最少的兵力，就是不要用这么多兵，但是可以打赢那一场仗。可是周文王在研究的是治国安邦，我要治理国家，我要让我的国家太平，人民有饭吃，所以天文地理没有关系，而是研究治国，研究治国安邦就不需要了，因为治国安邦四个字啊，治国跟安邦是一样的意思，治国跟安邦是一样的意思，所以你就讲说姜子牙他怎么样，勤于。研究治国之道，然后期望能够施展自己的才华，要写吗？跟他成为周国太师有没有关系？没有，因为他是加以说明，讲他的愿望，讲他的想法，跟他成为没有关系。再看第二段，他听说这一件事情，跟他成为周国太师有没有关系？你就问一下自己，如果这个句子我不写的话，后面故事还有吗？他没有听说，他也没有去，那个故事就没有了，有没有？所以听说在这里，姬昌比较重要，还是周文王比较重要？嘿嘿。其实不管你写哪一个都可以，可是概述来讲，因为我们有。大魔王有字数的限制，therefore 我们写那一个短的，所以他听说姬昌为了治国兴邦，说、so, 刚刚讲了治国安邦，邦跟国是一样的，在这里直接写为了治国，为了治国，他为了治国做了什么事情？正在广求天下贤能之士。广求贤能之士，
贤能姿势四个字可以 short form 成为两个字，大家试一下。对，我们用"是"这一个字，因为有人是啊，这样是贤还是能？对，非常好，用贤是，贤是有才能的人士。于是他毅然离开家乡，来到中国领地。静观事态的变化，这个跟他成为中国太子有没有关系？嘿嘿，有关打一，无关打零。有关吗？没有关咩？有啊。如果他不离开家乡的话，他不离开家乡，他怎么被周文王看见呢？所以你要写到他什么？离开家乡，对，钓鱼是一个要写的东西。可是你不能只写他钓鱼啊，你要先提到离开家乡，来，离开家乡四个字怎么样 short form 成两个字？对，离用离开这个词用离，家用乡，离乡不是家，离家是你离开你的家而已。比如，好像现在你从家里出去了，就是离家。可是离乡就是哦，你离开 KL 去到别的地方。他离乡，离乡做什么？他离乡，但是他去吴国，可以让他成为周国太师吗？不能够，所以你要讲到他到周国，到周国做什么？钓鱼，垂钓就可以了。静观事态的变化要不要写？垂钓就是钓鱼啊。静观事态的变化，对，不用写，为什么？因为是加以说明。So。它最主要来讲，钓鱼 is a point, right? 它怎样的钓鱼是个 point？是什么东西让周文王让姬昌觉得，哦，你有点意思哟？对，你就讲他所用的鱼钩是直的，上面不挂鱼饵，也不沉到水里。这样在这边这个句子，很多人他会 confuse 后面两个 point。请问是不沉到水里比较重要，还是离水面3尺高比较重要？哈，不是呀，为什么？我们讲加以说明有没有？这样不沉到水里是加以说明，还是离水面3尺高是加以说明？对，所以。不沉到水里这个句子本身就已经表达了离水面3尺高的这一层的含义，所以这一块我们是不写的。我们要写到的是用直钩，用直钩，但二能包括了一，来，字数限制，哪一个比较短？它是这样子的一个原理，所以用直钩，用直钩，不挂鱼饵，不用鱼饵，然后不沉到水里，就是因为这样子，有一天姬昌路过此地，见到姜子牙钓鱼，这样我需要讲到姬昌路过此地，见到姜子牙钓鱼吗？不需要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路过，他钓鱼，跟觉得他与众不同，与众不同这一个词本身就有包括前面这两个部分，有包括这前面这两个部分，所以前面这两个是可以不用写的。So，姬昌觉得他与众不同。
于是主动与他聊起来，主动与他聊起来要学吗？这样他在这里，他聊的目的是做什么？后面我们有讲到的。他在跟他聊什么东西？对，聊治国安邦之道，这样其实就是请教，向他请教，向他请教过后，哦，原来是我爸爸讲的那个圣人，所以我们再看啊。姜子牙讲的这一句话，跟他成为周国太师有没有关系？嘿嘿，把自己搞乱了吧？没有关系。为什么没有关系？因为他讲的东西跟周文王在做的东西其实是一样的，而这个 part 啊，这个 part 啊，我们上面已经写过了，所以我们在这里是不会再写的，不要浪费字数，我们字数有限呐、啊。Therefore，直接跳到要不要讲周文王 mention 他的爸爸，周文王讲的这一句话要不要写？跟姜子牙成为周国太师有没有关系？有的人会讲，因为他爸爸讲过，therefore 他才会请姜子牙来当太师。可是不要忘记，我们句子的主语是姜子牙，所以他爸爸讲的这一句话不重要。但是如果讲说，姬昌。请姜子牙成为周国太师的始末的话，那就要写，因为在那一边，我们句子的主语，我们题目要求的主语就会变成周文王为主角，而姜子牙变成对象。那个时候你才要写，可是我们现在是以姜子牙为主，so 周文王那一 side 的反应就不用写，所以我们直接去到一个结果，就是拜他为太师，拜他为太师。So，就这样而已。我们把它写成段落的话，记得空两格，空两格，主角名字先写姜子牙，请于研究治国之道，啊，听说姬昌为为了治国，广求贤士，逗号边，离乡到周国，垂掉，这边我们改一下这个边，把它变成他理想到周国垂钓，用直钩不用鱼饵。不曾入
水里是几长？觉得与众不同，像他请教，拜他为太师。OK，我们抄了两个字，来写好了吗？写好了，打个三。Yes，字数超了，所以我要教你们怎么样让字数不要超。你们写完先，写完了打个三。我竟然是你最快的 king，上天呐，难道你看不出我很爱他？明明相爱都两个人。为什么你？谁啊？忘词了。原来姜子牙钓的从来不是鱼，而是鸡肠。所以那句话叫做姜子牙钓鱼，愿者上钩，听到吗？不是愿鱼哦，愿者哦，愿意的人自然就会上钩哦。呵呵。所以，OK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字数抄了，我讲不用抄，有没有？不需要抄的。So，找黄金三骑士的了这，来找一下有没有这三个 brother 可以拿走的。有没有？对，为了治国，在这里为了治国，这样我可不可以把了拿走？为治国可以。这样我们就少了一个字了。So，还有哪一些词？如果没有得了这里，还有哪一些词是我们可以 cut 掉一些的？姜子牙勤于研究治国之道。哎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。勤于研究治国，这样我可不可以直接 shortcut 成为姜子牙？勤研究治国之道，可以有没有？所以，yes，有些词汇它是可以被拿走而不影响句子的表达的。还有没有？还有一个，其实还有一个词是可以拿走了。知道吗？未研究治国不能。知道不能拿走，因为治国知道指的是治国的方法。听说听，他听季昌，也不行，因为听季昌就会变成他听这一个人的话。请在哪里有请？广秋先是理想到周国垂钓用直钩，不用的的的的的，与众不同，独特。其实与众不同可以缩写，可以的，但是有一点风险啊，怕就怕与众不同是个分数点，所以我们不要找这种字 在哪里？沉入，why 不沉入水里，等同于不沉水里，可以吗？
意思有变化吗？我拿走了那个 root，没有，所以 root 这个字是可以，也是可以拿走的，在这里这个 context。所以如果我们是以这样子的形式去的话，好像有的人啊，我要它刚刚好就好，OK，这样那个 root 你就留着咯，这样就会有60个字哦。在这里我们目前是59个字啦，我们是59个字啊，然后它分数点在你，这样只要写到就有1分。勤研究就有1分，治国之道1分，听说1分，济昌为治国1分，广求贤士1分，离乡到周国垂钓1分，用直钩1分，不用鱼饵1分，不沉水里1分。史记昌觉得，有一分啊，与众不同一分，向他请教一分，拜他为太师一分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分数的落点，一分，一分，一分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11，诶，有13分没？叮叮叮叮叮，一二三四五六七。八九十十一十二，为什么我有13呢？听说有啊，姬昌为治国有啊，广求贤士有啊，联想到中国垂钓。哦，哦，这里是一分而已，这两个综合在一起，这样子就12分啦。OK，来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有上 seminar 的内容。有问题的朋友可以提问，没有问题的话，Yes，感谢大家今天抽空前来陪我一起聊聊天，嘿。So，有问题可以提问，没有的话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，就这样，不客气，再见，拜拜，哦，拜钱，拜成全。